Hello，我是李超叔叔。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。对了，雪落下的声音，我们与时俱进啊，追剧，不是追剧了，这个宫廷剧，不是宫崎骏啊，的片尾曲。好，这首歌，其实这首歌编曲还蛮有很多地方很奥妙的啊。我先把这个混响打开，然后我唱一遍，然后我再来讲解一遍啊。等一下。好，开始啦。混响关了啊，要不然讲话有那个混响很恶心。好，首先这首歌的的编曲哦，还是有一点妙的哦。我把那个谱子贴在这儿之后，你看到只要有标红色的和弦，它都是比较妙的和弦。比如说它的前奏就是那个 B 段，我慢慢的听着哒哒哒哒 ，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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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哒哒哒，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下楼梯的。这叫做二 minor 五一，也常常用到这个和弦进行。接下来就妙了。一般来说，这个时候其实是四五三六四五一，或者是二五一啊，很多很多歌都是。很多，但是这首歌它用的比较特别，就是它是四五，它不是三，直接进入六 minor， 然后。一个根音的下行，六 minor 五就是 A minor， 然后根音是五，根音是 G 啊。那更妙的是它第二段呢，睁开了眼睛，哒哒哒哒，一个这个叫做降五啊，
降G，就是他第一次是，其实我也不确定原曲是不是这样，但是我把它编成这样子，就是四五六五，然后第二次是四五六五降五，你看，这有点区别哦。那降五就很难按，我会用拇指来按了，四五六 minor 降五。降五的时候，这边还是一个 A minor 7，它就有一点这种悬疑的感觉。这个时候你就要拖一下，再一次哦。睁开了眼睛，漫天的雪无情，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？好，这是比较妙。另外一个妙就是说，它常常在这个 C 的时候结尾，然后它来一个F minor 的，但是根音是 C， 它是这样的，就是说，你看我们弹一个 C 的时候，然后你把这放开，除了根音还留着 C 以外，然后用食指按一二三根弦，变成它有点悬疑的，又离开了 C， 然后这个。其实有一种悬疑的漂移感，但是还会回来。它尾巴也可以这样用啊。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？啊，相当于是漂一会儿，然后再回来，这感觉，这感觉也常常在很多地方用到。比如说，明明该回到 E 的时候，它去一个 F， 然后再来一个 F minor， 再回到 E。啊，这个我有一个视频在讲说各种装叉结尾的时候也有讲到，比如说。月亮代我，月亮代表我的，本来要回到 C 嘛，对，变成月亮代表我的 F minor C， 啊，这也是一个很妙的结尾。好了，这首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